尊敬的丹斯里伯钦院长，诸位朋友们啊，大家新年好，刚刚过的新年好啊。我今天呢很欢喜，也很荣幸接受到伯钦院长的邀请，来参加了今天大家的盛会。刚才我听到丹斯里的演讲，我也很受感动，也很有同感，确确实实在这个动乱灾难频繁的世界，许许多多宗教典籍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东方的圣贤跟我们讲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如果我们明白这句话的道理所有一切灾祸都是由不善的念头生起来的如果我们心善，念头善，行为善，不但我们身体会完全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是原子电子组成的那么这些东西听谁的话呢？就是听念头，所以念头善它完全就恢复正常，正常就是健康的，念头不善呢，它就起了变化了，它就不正常了，不正常对身体带来疾病，对山河大地啊就带来点灾难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就能够懂得怎样恢复我们身心健康，怎样化解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灾难那这东西有没有科学证明呢？有我昨天还收到日本江本博士给我一封信他们要在日本琵琶湖做第二次的祈祷第一次祈祷我们看见了，他带了100多人在琵琶湖的湖边有一个海湾，这个海湾呢是死水，就是水不流所以这个水很肮脏，气味很难闻有20年了不是短时间。那么他邀请了100多人大概150多人请了一个老和尚，他告诉我90多岁一个老和尚带领大家到湖边做祈祷1个小时。祈祷很简单，每个人把念头都放下，提起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湖水干净了每一个人都念了湖水干净了，念了1个钟点呢，到第3天湖水真的干净了，干净了6个月6个月之后它又不行了，所以我跟江本博士说，如果你2个月去做一次祈祷，这水就永远干净了所以他今天这一次做规模大概比较要大了邀请我去做1个小时的讲演为他们来祝福来看去这个证明，科学的证明，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上这个火山爆发、地震、海啸这些灾难呢，通通能够化解，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心善、念头善、行为善，就能化解。所以我想一般人讲这个残障人士，我们对他尊重，
在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们刚刚学过离境诸佛。啊，他们如果真定下来，用现在的高科技，啊，自己承担这个最重的一份职责，我们教化世人，啊，伦理道德因果，啊，你们用这个电脑啊，就可以能够教化全世界的众生，啊，来宣扬神圣的使命，让大家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都能够改过向善，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天堂，啊，那么这些这个操作电脑的，这都是，化解冲突，啊，促进整个社会安定、和平、幸福的导师，啊，那这是最值得大家尊重的了。希望我们朋友们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要自卑，啊，我们可以做到人上人，啊，可以能够真正带给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啊，把这个世界转成美好的境界。啊，我今天非常欢喜啊，参加这个盛会，啊，我的话说到此，谢谢大家。